我们上一集讲到，瓦岗军在武德元年，就公元618年秋天，被王世充打败。李密本人呢，率领残众到长安投唐，不久又反复，流亡途中被杀。而那些瓦岗军旧将们呢，徐世绩在瓦岗军战败当年11月投唐，转年2月秦琼、程咬金投唐，5月裴仁基、裴行俭父子谋划推翻王世充被杀，7月罗士信投唐。可见呢，瓦岗的著名大将当中，只剩下单雄信一个人在洛阳为王世充效力。那么，我们观众肯定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投唐之后，这个秦琼、程咬金、罗士信、徐世绩等人，他又是如何表现的呢？秦琼、程咬金阵前反正，离开了王世充投唐，就被唐高祖李渊划归他自己的儿子秦王李世民，归他统领。但是呢，真实历史当中，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秦琼、程咬金直接跟着李世民就在河南，打王世充。那么这两位英雄跟着李世民打谁呢？干什么去了呢？他们实际上是跟着这位秦王啊，李世民啊，先去了河东，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地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从武德2年下半年开始，河东境内的一方割据势力刘武周不断南侵。刘武周这个人本来是隋朝马邑鹰阳府校尉。马邑就是今天的朔州啊，他也是隋朝的正规军。由于呢，这个人他和马邑太守王文公的小妾私通，加上当时天下大乱，刘武周就趁机杀掉王太守，还把那小妾拥为己有，然后呢拥兵割据。这刘武周这个人阴险凶悍，他把从汾阳宫抢来的美女珍宝送了不少给突厥的当时那始毕可汗，向突厥称臣纳贡。始毕可汗大喜呀，马上下令封刘武周为定阳可汗，封他为一个小可汗，然后呢回赠他很多军马，这就使得刘武周他就势力大增，就可以关起门来在河东地区当皇帝了。刘武周在突厥军队支持下呢，他又联合了一位谁呢？就是原本河北的一位豪杰，就被窦建德打败窜逃到河东地区的宋金刚，这两个人的参与力量联合了。刘武周就委派宋金刚为主将，率领数万铁骑进击唐朝的太原城。宋金刚呢，你甭看在河北打不过窦建德，他在这河东地区连战连捷。当时唐朝留守太原是秦王李世民弟弟齐王李元吉，惊慌之下，李元吉竟然率军携带他自己的妻妾残军逃回长安，一下子就使得李渊赖以成家太原坚城就被刘武周军队兵不血刃拿下来了。与唐军连败唐高祖李渊一度就甚至想放弃整个河东地区，就死守潼关了。当时唐朝几乎是四处受敌，中原不必说了，王世充当时占领河南的大部分，窦建德在河北就把当地的唐军几乎都全歼了，南方的割据争权呢，萧衍就在湖北又连败唐军。关键时刻呢，秦王李世民、李渊的二儿子赶紧上表，就认为太原是我们大唐发迹之地，国家根本，绝对不能放弃。于是呢，在李世民强烈要求之下，李渊马上给自己这宝贝儿子精兵30,000，加上秦琼啊、程咬金等大将，前往河东地区进击刘武周和宋金刚的联军。由此呢，武德2年11月，李世民呢就乘着这个坚兵当时河都冻上了，渡过黄河，屯兵于百壁，百壁就是今天这山西的新疆，然后和刘武周大将宋金刚的主力相持。刘武周、宋金刚这两个人的联军加上突厥军队，基本都是以骑兵为主强悍部队。那么秦王李世民呢，率领30,000唐军，他靠什么打败对方呢？秦王李世民一直以来纵横驰骋，依仗的就是他手下有一支玄甲军，玄甲军是所向披靡。那么对于这支玄甲军的史书上的记载特别含混，特别凌乱，我们只能通过各类史料去努力拼接这支精锐骑兵的形象。那么根据《资治通鉴》，他这样记载玄甲军：秦王李世民选精锐千余骑，皆造衣玄甲，分为左右，使秦叔宝、程志杰等人分将之。每战，李世民亲披玄甲，率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
敌人未知。就说李世民的秦王啊，每次打仗身先士卒，率领他身后一身黑甲那个玄甲骑兵，如同黑云一般压向敌阵，无坚不摧。我们要知道，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逐渐进入中原了。经过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激烈战争，一直到隋唐，骑兵的发展实际上达到中国历史上一高峰了。在这几百年间呢，重甲骑兵一度成为战争主流，重甲骑兵又称为甲骑、巨装。骑兵和战马都披厚厚的盔甲。隋朝呢，继承南北朝军队的军队传统。隋军当中重甲骑兵呢占了特别大的比重，但由于隋朝一直和突厥有大规模那种骑兵交战，隋军肯定也学到突厥那种轻骑兵的装备。李渊呢早先就是为隋朝防范突厥人的入侵，他就曾经效仿突厥军队建了一支精锐的轻骑兵。李渊当初这部分轻骑兵呢，其实就是秦王李世民的玄甲军最初的那种雏形和基础。李世民的玄甲军到底是轻骑兵还是重骑兵呢？根据历史记载来看呢，应该是轻骑兵。那么从史书记载的各项战例看呢，唐军骑兵啊，机动性很强，作战当中往往会实行迂回性的攻击，还能够长途追击。重甲骑兵恐怕是做不到的，他支持不了这么长距离的追击战。但唐初轻骑兵呢，和汉代轻骑兵相比较强多了。为什么呢？玄甲军去掉了南北朝时代流行那种巨装铠，就减轻了战马负担了。但骑士本身的防护呢，远比汉魏时代又特别严密。为什么？唐代铁制明光铠特别坚厚，骑兵主要使用这种铠甲。明光铠非常华丽，是一种那护颈、护胸颈锃亮的板式铠甲，重量轻，防御力又大大提升。李世民的玄甲军的这个武器装备啊，大概如下：就骑兵专用那个长柄，格斗武器是七枪，也就是槊。它这个握柄特别长，这是南北朝以来就流行的这种长柄格斗兵器。短柄的格斗武器呢，主要是短柄长刀，唐军士兵啊是每人一把。还有一种呢，柄端有护格的，这个柄首呢就没有圆环的心形长刀。这种刀后来流传到日本，就被称为唐样大刀。那么作为骑兵呢，还有一些人使用一部分锤啊、斧啊、鞭等杂技类兵器，等于这是短兵器了。唐军骑兵呢，一般人是带葫芦一个，葫芦就是箭囊了，可以装30支箭矢。有些骑兵呢，还有马弩装备，能射200步那么远。所以说，玄甲军的装备啊，就是大概我们刚才所说的。作为唐军骑兵当中的精英，这些人的选拔训练比起一般骑兵来说就更加严格。齐王李世民呢，率领的手下玄甲军，就是为主力的吧，这个唐军30000多人嘛，到达河东地区之后呢，虽然说他们战斗力很强，但开始的时候他严格命令唐军坚守不出，目的呢就是要最大限度消耗宋金刚部队。李世民他率领唐军主力在百壁坚壁不出，而在河东战区另一名唐朝的宗亲永安王李孝基遇到大麻烦了。他在下线就忽然遭到宋金刚麾下两员大将尉迟恭和荀相这两个人率领兵马的围攻，结果呢唐军大败，就连永安王李孝基本人也都被尉迟恭生擒活捉。所以说听到尉迟恭这个名字，我们观众们肯定眼前一亮，哎呦，这位尉迟恭这爷那不就门神另外一半吗？不过呢这位爷这个时候还和那半门那半扇这个门神秦琼、秦叔宝他们还是作为敌手的。他呢，这个尉迟恭正在替刘武周和宋金刚卖命。尉迟恭本人是哪儿的人呢？是河东朔州人。他和秦琼出身都差不多，在隋炀帝大业末年加入隋朝的官军，在军中呢以勇武闻名，万人敌。后来他回到老家山西，天下大乱了嘛，正好赶上刘武周起兵叛隋。由于尉迟恭声名显赫，刘武周马上就把这位尉迟恭这位爷罗至幕下，派他出来和宋金刚一起率领骑兵攻打唐朝地盘。在下县大败唐军之后，尉迟恭得意洋洋，率领军队就压着大批的唐朝俘虏前往惠州，就那个方向。惠州呢就是在今天山西翼城县。路途之上呢，尉迟恭听到消息了，得知唐军呢派出大将秦琼在半道截击自己。
秦琼啊非常勇武，当时是天下闻名。但尉迟恭听见这个消息之后，也只是微微一笑。这位黑脸大汉当时斗志正盛，根本就没拿秦琼、秦叔宝当盘菜，觉得唐军战将都是徒有虚名。你看永安王李孝基挺有名吧，这不还不照样被我所擒？所以尉迟恭当时大摇大摆直奔惠州。当时呢，这位门神有所不知的是，日后和他同为门神的秦琼、秦叔宝正埋伏在夏县和惠州之间的美良川。美良川在哪儿？就今天山西闻喜以南那个地方，秣马厉兵就准备给尉迟恭来个迎头痛击。所以这两位门神即将开始他们历史上第一次碰头，大家都是门神啊，输了岂不是很没面子吗？哎，严冬时分，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美良川附近到处都反射出耀人眼目的寒光，都是冰啊。我们要知道，隋唐时代美良川在冬天几乎是处处陷阱，凶险万分。平时啊，那些看得见的沟壑起伏啊，这个时候都被白雪覆盖成平地了。对于那些地形不熟悉的过路之人来讲，就很容易掉入大雪坑当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所以当尉迟恭带着凯旋而回的军队压着一堆俘虏走在美良川上的时候呢，当时当地是悄无声息，只有北风呜呜刮过。行进之中呢，尉迟恭部队士兵忽然诧异地发现，前方原本明净雪白的地面忽然波动起来。尉迟恭的兵士们起先都以为是得了雪盲症了，眼花了，揉揉眼睛确实有一种波涛起伏那种感觉。你说大冬天的，即使河水也都结成厚厚的冰层啊，怎么会有水在动呢？难道是雪动吗？再定睛瞧看，哎，不是水在动，也不是雪在动，而是一群身穿白衣的埋伏军队在动。这些起伏逼近的不是波涛，也不是雪，而是身穿雪白衣服的唐朝伏兵。顿时之间人喊马嘶，唐军伏兵大起，为首就冲来一名大将啊！这位大将军骑一匹高头大马，挥舞长槊，这呐喊着杀过来了，不是别人，就是秦琼、秦叔宝。尉迟恭和手下士兵一下就愣了，眼睁睁看唐朝士兵啊，唐朝的伏兵啊，变魔术一样，个个飞身上马，许多人忽然拉开弓箭，拉开弩箭，箭如飞蝗。尉迟恭手下好多那个军事士卒，甚至来不及发出喊叫声，就已经中箭倒地身亡了。鲜血喷涌之际，雪地之上绽开了朵朵雪花。一轮箭雨过后，尉迟恭军队死伤零落。没等尉迟恭喘过气来，马上喊杀阵阵，蹄声隆隆，唐朝大将秦琼率领唐军玄甲骑兵呼啸杀来，毫不留情地就向着尉迟恭的残军啊，刚刚好不容易才排列成阵的阵型践踏过来。秦琼策马舞槊，左冲右突，槊尖挥于无所及之处，众者无不筋断骨折，立时毙命。黑脸尉迟恭虽然也以勇武闻名，但遭到这位白脸帅哥秦琼、秦叔宝，此刻又是中人家埋伏，不得不胆寒奋力，这个拼杀良久，最后也打不过，只得率领少数残兵败将冲出包围圈，狼狈地逃向惠州方向。美良川大战，秦琼、秦叔宝率领唐军啊，斩首敌方2000多级，一下杀了2000多，一举扭转了唐朝在河东地区的整个战局。所以说呢，历史上这两位门神首次碰面交锋，右门神尉迟恭败在左门神秦琼手下。屋漏偏遭连夜雨，兵败美良川后，哎，不久唐军又进攻蒲州，也就是今天山西永济了。当地守军呢就向宋金刚求救，于是呢尉迟恭又被宋金刚派去增援蒲州。结果呢，在军事天才秦王李世民指挥下，秦琼、秦叔宝率领精锐士卒3000人从小路穿插，又在安邑设下埋伏，安邑就是今天山西运城附近，如法炮制，再次杀了尉迟恭啊，尉迟敬德大败亏输。这次左门神杀了右门神，几乎是全军覆没，尉迟恭单人独骑落荒逃走。由此呢，唐军是连战连捷，陆续收复河东大片地区，打的宋金刚是连连败退。到了武德3年春天，作为刘武周手下最主要大将的宋金刚军队粮草基本上消耗干净，只得回军撤兵。你看来时好来，你想走就不容易了，
尤其这个遇到特别爱的一江胜勇追穷寇的秦王李世民，宋金刚就当不成金刚了。李世民呢，率领秦琼、程咬金这些人全力追击，唐军将士一天驰骋200多里，接连3天不解甲，2天没吃饭，最后终于在雀鼠谷，也就是今天介休西南，追上了宋金刚的主力部队。当时有人劝李世民，就士卒啊，饥疲，又饿又疲劳，咱们应该暂缓进兵，等粮食运达之后，我们饱餐一顿再战。李世民当时就摇头，宋金刚计穷而逃，众心离散啊，攻难成而易败，击难得而易失，我们乘胜前进，必克敌军。如果我们稍有迟疑，敌军缓过劲儿来，就会失去这种一战败敌的机会了。话言刚落，李世民策马而进。你看，主帅如此英勇，唐军将士再也没人，敢以这个又饥又渴为由啊，再逗留了。强忍疲劳饥渴，众人奋进。凭借着玄甲军的威名，凭借着秦琼、程咬金等人的勇武，李世民一天之内率领唐军和这个宋金刚军队连打8次战斗，俘斩数万人，杀的宋金刚、尉迟敬德等人抵挡不住，只得呢往介休这个城市奔逃。唐军呢如影随形，紧追不放，中跑也不是办法，回去怎么和刘武周交代呢？宋金刚最后也是万般无奈，只得硬着头皮率领20000士兵在介休城啊背城布阵，想拼最后老本和唐军决战。那么根据历史记载来看呢，李世民麾下的玄甲军的战术主要有这么几种：埋伏、正面突击、侧翼突击。李世民呢一般惯常用的战术是侧翼突击，所以侧翼呢未必就是敌阵的侧面，有时候可能是敌军战阵的薄弱环节，或者是迂回到敌人阵后去击其一部。介休大战，李世民让瓦岗军旧将徐世绩，也就是现在唐朝李世绩了，率领正面部队先和敌人接战，然后又派秦叔宝、程咬金等人的攻打敌军的两翼，目的在于等敌人锐气受挫之后，被唐军消耗之后呢，这个时候秦王本人再率玄甲军将士突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对宋金刚、尉迟恭部队呢，最终实施这个致命一击。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战斗一开始就一直以能战出名的瓦岗大将徐世绩正面的迎击呢，出师不利。宋金刚的敌军呢，也是哀军必胜，也杀红眼了，困兽犹斗，奋力迎击唐军，杀的当时徐世绩啊的他的那个所率领的那个唐军的方阵阵脚大乱。危急之下，李世民居高临远看着真切，马上亲自率领他手下亲兵一直冲杀到宋金刚背后，虎入羊群一般在敌军当中往来冲荡。那边厢的秦琼、程咬金也是施展神武，左冲右杀，杀的宋金刚啊尉迟恭大败。这次唐军又是大胜，阵斩敌人3000多，李世民的率领驻将还继续追击数十里，打猎一般杀的宋金刚等于是狂逃而去。最后呢，这个宋金刚手下只剩100多人啊，不得不呢再次逃往突厥。宋金刚的主子刘武周呢主力尽失啊，都交给宋金刚了，现在他全师全营回来了，他那兵几乎都没了，也不得不逃往突厥去避难。眼见刘武周、宋金刚这两个人慢慢失去利用价值了，后来突厥人呢就借故找个借口把这两个人也杀了，毕竟是乱世英雄，这两个人留着肯定是祸害。当时宋金刚是跑了，那么和唐军作战的尉迟恭去哪儿呢？他和另外一位宋金刚手下大将叫荀相，有命逃出战阵，率领残兵退保介休城。李世民的出场，你看绝对如开挂一般，所向披靡，再有瓦岗群英啊、秦琼、程咬金这些人的加持，就为大唐开疆扩土抢了个头彩。只是呢，我们的右门神面对即将汹汹而来的刚刚得胜的唐朝大军，就我们的尉迟恭，他又如何抵抗呢？在介休城，我们下一集接着讲。